各位来宾，各位观众，各位满国，各位妹坨，欢迎收看李李的故事。哎，我呢？啊，差点把你给忘了。欢迎收看李李跟叶真宇的故事。我叫李李，1988年11月2日出生在这里。出生的时候6斤6两，从小我就能喝能睡，医院里别的小朋友喝不完的牛奶，护士姐姐都会灌到我的奶瓶里。上了小学后，由于喝的牛奶比别的小朋友多一点，脑瓜自然也是比别的小朋友要更聪明一点，学习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老师们同学们自然都很喜欢我，加上我讲文明懂礼貌，邻里乡亲也是对我赞口不绝，这就是我品学兼优的前半生。我叫叶真宇，1989年12月16日出生在南京。你才6斤6两，我比你重了1斤2两呢。刚学会走路的时候，我追兔子撞过下巴，小学的时候踢毽子踢坏过窗台，我那时候一次还可以吃7对鸡翅呢。到了中学，我发现光靠刚出生时在医院里喝的别的小朋友的那一点点牛奶根本不够我继续名列前茅用的，于是我决定发挥我的特长，另辟蹊径，成为一名美术生，目标中央美术学院。想不到后来就在那里，我遇到了那个生命里的姑娘。我考美院的时候都没去上过考前班呢，厉害吧？时候有个人陪，哎呀呀。
呀呀呀呀，我的宝贝，要你知道你最美。怕是他是他，嘿呀嘿呀。向东向西的世界已经都不够用了，还要烦恼妹妹的出现，却没有人看见。我的好朋友他又失恋了，我要学经验，赶快奔向集合地点，直到我最讨厌。谁不怪我天生善良又可爱，谁不怪我年轻难道不作怪，我最乖、yeah, 不要吵我谈恋爱。谁不怪你不是说要给我爱，你不是说要给我爱。